是10:01。我觉得苏瑞还没有起床，所以我决定去叫一下。今天好不容易放假，我们说好了要去我们上次说那个店的，我们要去那个店里面，快起床。OK， 然后起来哈。哎呀，我要先洗个手。没有擦手毛巾的时候，怎么让自己的手快速的干？就这样。哎，运动一下。不知道苏瑞那个手残，今天能不能画成什么样？暖暖的春风。化妆过于丑会不会被人权马赛克？太完美了，所以我决定给苏瑞拍个照。好显妆哎，这个照出来都不吃妆的。老发照片，我要发照片给苏瑞。他叫我看看，好看，好好看，夸你。他说我太假，搭配我今天要穿的衣服啦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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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Hello， 江江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给你们看一眼我今天穿搭。就是小碎花衣服，然后我的小蓝鞋，配上牛仔裙，完美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多玛斯一雀领蓝和我搭配挺搭的。哦，先不管，我苏瑞来之前，我先拍点。哇，这诺瓦斯一拍照都不用修图嘞，不愧是前置3200万立体美。我好了，好了吗？嗯。哎，你模仿我，你模仿我。你也穿蓝色的，你过来，过来点，快给你们看，我们两个今天莫名其妙都穿了蓝色的。再拍一张出门时。OK， 我们出门吧。出门啦！走起。我们现在到了一家甜品屋，小鸡鸡、小猪、小鸡鼻子，那就要个这个吧。对，来到这种就是来到这种漂亮的店，肯定是第一次第一下子，梦太大了。这个相机拍出来感觉那个光线也很好，它把我们就是更融合，就感觉变好看了，但又不知道哪好看，就是。反正自然，很自然。哎，我们的甜品上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好漂亮，没有叉子哎。没有叉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吃的都很好，但是我觉得，但是当时就是看到有这么多好看的，就点了呀，都点了。忍不住。哎，今天好像发午宴其实是你，是吗？嗯。我最喜欢这个哪一段呀？其实我里面有一段我超喜欢的一段，因为我不是最爱的是那个不插电版啊。你就最喜欢这个？对，我最喜欢这个。然后里面有一段是那个，就副歌的时候 ，So tell me am I yours? Am I yours? The fading sand. I will never let you go. 认真聆听。彼此烦恼喜悲 You're so may Never let you go Oh baby。 对，就选这一段。哎呀，真好听，真好听，我们唱真好 听。我们一会儿吃了这儿去哪儿呀？我这其实还蛮想去的地方的，就是我之前路过一次那儿，也是蓝色系的那种，超级美。可以，吃完东西我们就去。OK， 说走就走，甩走咱就走，水上世界。对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水上世界。耶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蓝色的城市。你知道我上次来这的时候，这还没修好。然后这次来之后就大变样，你知道还跟你挺搭的。我们今天穿的都跟这挺搭的。学校的旁边准备拍张照片。你要黄金比例吗？对，我要黄金。今天的颜色你就觉得很好看，今天这个裙子限制了我的发挥。平时要需要一个人拍我，谢谢。来帮我拍拍我的裙子，把你跟这个美丽的体验拍进去。说那个
小美人鱼，那是海豚儿。才上岸的艾丽啊！你在说话，我居然给你卡到了一个哦。可以的，哎，好看好看。我逛着逛着，发现苏瑞不见了，找了他半天，你们猜我在哪儿找到他？他真的是水果。苏瑞，你不是才吃了甜点吗？你为什么要在这跑来吃水果？我找了你半天。是，而且又不长胖。你怎么知道不长胖？其实水果的热量还糖分挺高的，真的。没有啊，卡路里挺低的。然后，丑橘。哇，原来这个丑橘要吃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今天这个时间也过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逛的挺多，好像是。对，是蓝色小镇，蓝色。都很好，对，都很适合我。今天拍了好多美丽的照片，记得传给我，记得传给我。